全世界都在跟我抢妈妈，我有世界上最好的保育员妈妈，她为我喝奶奶，给我按摩膜，时刻关心我的身体。我想永远做妈妈的小乖乖。但是最近我发现，全世界都在和我抢妈妈。吴科，你听见我说话啦？哎呦，这么着急呀？他叫摩卡，是整个动物园最有心机的小老鼠，眼神放电，楚楚可怜。恰到好处的身体接触，一招接着一招，哼，真讨厌。哼，我真的生气了，要妈妈亲亲抱抱举高高才能好。抱我快点，就现在。哎呀，别吵了别吵了。看什么看，还不快给本虎。